实我们每一位歌手都有可以准备好几首歌，对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单元，所以我们会挑我们自己喜欢的歌曲，然后能够让观众能够有一点共鸣。有一些歌曲是在大部分的演唱会我都会演唱，所以这次我就精挑细选一些比较少唱的。那让观众能够听到说，我的专辑里面也有一些歌曲是他们没有听过的，所以我会预备一些歌是这样的一个歌曲。我想说，当时加入新谣的时候是应该是80年代，所以我想最想回到的就是90年代，那个时候是蛮蓬勃的。就是好多位歌手都同台演出，那我们在台前台后都就是相处得很好，所以然后也有很多一些是互动的，有合唱的，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最享受那个时候，所以希望说能够时光能够停留在那个当下因为毕竟过了若干年后，每个人的有不同的心境。所以我想说，在90年代那个时候，每个人的心境都是觉得说，音乐排第一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能够全力以赴，唱我们喜欢的歌曲。有一些歌迷是很热情，那我也遇过一些是，会比较，跟踪的，我会到有一点点，当时会有一点点害怕了，就走到哪里，就遇到这一位，所以是有时候会很惊讶，所以我是希望说，歌迷可以很热情，可是不要属于那种跟踪的情况。